我们的采访团队跟气象团队随时的提供给大家最新的天气动态，请您持续锁定。不过接着我们再来看看的是，每个人小时候的梦想都千奇百怪，人气女星郭雪芙她也不例外哦。知名的饮料厂商得的这个为了满足这成千上万的梦想种子呢，发起了一个梦想登月行动，要募集大家的愿望，让梦想能够升空。在记者会的时候还特别请到了女星郭雪芙担任梦想大使，宣布将有60位幸运的朋友能够亲自前往美国的 NASA 来参观，来看一下后面。好。